合肥市治安支队在日常梳理扫黄金赌线索时发现，合肥市瑶海区某高档酒店内有人组织妇女卖淫，且行为较为隐蔽。该团伙是通过网络推送卖淫信息，联系好客户后再临时发送宾馆信息，让客户上门实施卖淫行为。该犯罪团伙没有固定的场所，在多家酒店开房组织卖淫。专案组通过对旅馆人员住宿记录、网络涉黄招嫖信息汇总分析，掌握了该网络组织妇女卖淫团伙中的成员虚拟身份，并逐步确定了该卖淫团伙在合肥市多家酒店内组织妇女卖淫行为以及卖淫地点。为了便于侦查，还安排女民警跟踪调查。初步调查，自2017年以来，罗某林等人为获取不法利益，发展李某、姚某在合肥市四家酒店内开设卖淫窝点。该团伙组织键盘手通过发放招嫖卡片、网络信息向不特定对象推送招嫖信息，为谋取暴利。罗某林还通过网络联系外籍人员不定期前来卖淫。8月2日，合肥警方出动100余名警力，对上数涉黄窝点开展集中抓捕行动。